现学校附近的南郭坑溪河道旁有垃圾，溪面上还漂浮着白色泡沫，激起我们把干净还给南郭坑溪的想法。那我们想请问一下，取缔是用什么方法？取缔用照相镜片啊，可是你太上的话，你人员的话量举发很难举发，我们通常都是要有车牌。你们自身去实践，当检查在看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哦，有人要保护这条溪，就可以进阶影响更多的。水下水道的那个工程有包含了南郭坑溪，在60年后之后只是会排淤水而已，然后附近的家庭废水就不会经过南郭坑溪排淤排出的。我们正在举办跨校的进溪活动，我们想说改变从自己做起，让大家看到有人在关心这条溪。想不到我们也得到县长的响应，他本人在4月17号参与我们主办的爱溪活动，真的证明我们的力量超乎想象。实践了一系列的爱溪行动，我们想要让更多人来关心响应这个行动，所以我们向水之处提案，溪流主管单位研究认养计划，让各个邻里认养至少各个区域可以提拨经费补助。好，你们的格局跟现场的格局是一样的，守护那个溪，事实上我们在做，那我们要做环保挖来，那给我一点很多的这个意见。